慢的炒，慢慢的炒，把它炒至金黄色。所以你吃的面包完全躲不过辣椒哎，你的面包跟辣椒酱混在一起，剪平行的，有点像大肠包小肠。对，但是哈，你要把它剪深一点哦，因为我们的料很多。那什么都可以加嘛，随便你加。周日晚上9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台湾第一的台塑石油 App。